做组长就，因为阮这组大家少年啊，就拢工课的款啦。小燕看我坐岁啊，啊，伊讲你免烦恼，你挂一个名就好，啊，其他我给你发落安尼，所以我比较放心。我们很希望他把这样的人文精神跟传人传心的精神，传承给我们，所以我们，很感恩他当组长。啊，我迄当初就是进前就是有几个朋友，大家斗阵报做有看呐，看讲哦，每啥物人欠人帮忙，啊，阮就日常摕一束啦安尼，啊，送去互因哦，两工尔，伊都几啊百万呐呢哦。袂晓管理，啊，今钱毋是真能，无偌久就用完啊。听到上人讲哦，要做善事嘛，爱有智慧，对自在上人才对。人因哦，大家虽然无偌济钱，合起来就足济啊。啊，伊安尼去救哦，救较有久长啦。又个好吃，又个好吃。我现在做组长，就想讲吼，足久无开茶会啊啦，啊想讲要来甲遮做完，悄悄来开茶会安尼，大家开讲，讲一挂心声，看下大家最近好啊歹啊。我都唔是足敖的人，我是一得真软得软，袂讲要变甲啥啦。你做代志就袂安尼真真甲人计较啊。很欢喜做啊。